10月21号，在第九届北京乡村论坛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朝鲜人民武力省副相金亨龙就亚太安全风险管控等话题作主题发言。他表示，历史性的朝美联合声明和北南宣言是向世界和人类许下的诺言，这是双方理应共同负起责任的课题，靠一方努力不能取得圆满结果。这是金亨龙第二次受邀出席北京乡村论坛并作主题发言。他表示，近年来朝鲜半岛一度出现和平与和解的气氛，如举行朝韩峰会与首脑会谈、签订板门店宣言、九月平壤共同宣言等。북남군사분야합의서들이채택되었으며이것은각일가전쟁의문옥으로다가서있던엄중한정서를돌려세우고화해와협력으로향한새로운조정의출발을선언한거대한사변으로되었습니다除了朝韩关系，金亨龙还回顾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6月进行的第一次朝美峰会与首脑会谈。국무위원장김정은당직께서는싱가포르에서역사상처음으로되는조미순회상봉과회담을마련하시고수십년간지속되어온적대적인조미관계의종지부를찍고조선반도의평화와안정이깃들도록하는데서중요한의의를가지는6일이조미공동성명을채택발표하시어조선반도지역에서의평화와번영의흐름을보다힘있게추동하시었습니다金亨龙表示，由于朝鲜做出了这些积极努力，几十年来被公认为世界最大热点地区的朝鲜半岛出现了和平与和解的气氛。但金亨龙也指出，朝鲜半岛地区稳定发展的潮流没有得到巩固，有再次陷入关系恶化的危险。6일이조미공동성명이채택된지1년이넘었지만지금까지조미관계가점처럼전진하지못하고있는것은전적으로미국이아직도시도착오적인대조선적대시정책에매어다열려있는데있습니다金亨龙也指出，朝韩双方虽然签订多份共同宣言，但因为韩国继续与美国一道进行联合军演，引进攻击性武器，致使朝韩双方进入共同宣言实质履行阶段后不久就陷入困境。조선반도의평화적분위기를지속적으로이어나가조선반도와지역의항구적이며공관평화체제를수립하려는것은우리공화국정부의일관한입장입니다역사적인조미공동성명과북남선언들은세계와인류앞에다진공약으로서쌍방의공동으로책임져야할과제이며그어느일방의노력만으로는응당한결실를가져올수없습니다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